你的部分没经历降雨的部分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前顿隧道，隧道是没有没经历，因为在过去那边就19米的啦，哦，就是没有说那么近，还好啦，12米19米都一样啊，12米那个是比较靠近光复南路那边啦，那个比较车子的地方。我们要看的是浅顿隧道的那一段是。对啊，我说浅顿隧道在过去那边大概就有逸仙路那边是19米啦。嗯，在两个站体中间有一个连通道嘛，哈，那个都是连续率，那个都 OK， 连续率定位9公分多，其实我不担心，嗯，是不是连通道跟站体的部分中间隧道的部分？那你都是只有10几米的距离，又挖了20米深吧，这个没错吧？那边好像没有挖那么深呐，那边都说我知道那边连续那边的大底都打起来了啊，哦，大部分都快打起来的了啊，哦，那好像都只有17米左右了，嗯。他这个反而打起来的啦，对，大底赶快抢起来是对的啦，哦，是啊，是，但是就长期啦，就长期的隧道安全啦，在旁边挖这么深，距离那么近啦，嗯，这个是相当高的风险啦。那我们给了建议啦，啊，要不要去跟科市长去做一些比较巨大的改变，就在于你啦，哦，我就朋友的立场只能跟你建议了，嗯，啊，谢谢局长，你说为什么没有22.6公尺这么深，啊，那是多深，不是22.6公尺深吗？最深是22.6，它并不是全部都会挖那么深的，啊，哎，嗯，你就隧道的部分挖几米啊，那个三个道路比较深，我知道我逸仙路那边就是距离19公尺啊，哦，那边是比较好像说哦，这个你有两段的区长，你有两段隧道，两段隧道不是一个是比较短呐，啊，因为中间有一个我们不是要连通道跨到国际那款连通道，对，那一段的浅顿隧道，哎，那个地下室花了几米啊？那边啊？对啊，就是。三个大楼的 V4V5 啊，哎，那个很深吧，而且那个距，那个也是很深吧，而且距离很近吧，不可能。哪边啊？哪边？对了，你有两段隧道啊，局长，你在中间是连通道，中间还有一个小小隧道。对了，你有两段隧道，比较短了，哎，对，短长都一样。那个比较短了，那比较短，嗯。因为我记得那边都没有挖那么深，哎，22.6公里几米深啊？几米深啊？我在问你几米深啊？我记得那边好像都是17公尺左右啦。不会吧？那边没那么深。我看你巨蛋本身地下山，然后巨蛋的底下还有2层的地下室，怎么可能出去？绝对是20米以上，22米。所以我跟你讲，那边，而且那边大概。FS 都打好了哈，单位都打好了，长期安全。我告诉你啊，局长，5月底把整个大理抢起来是对的，只是但这个是短期安全，我一直跟你强调啊，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幸运，当然我也不是要唱衰了哈，我们不敢保证啊，我们永远都是那么幸运，万一地震在大台北地区的附近怎么办？这个你也知道了啊，哦，地下结构抗震方面都是比较强的啦，啊，哦，所以这点大家的以前理论、那个是实际经验都如此的，对，抗震地下室都比较强的啊，哦，上面比较弱了啊，哦，所以你看看很多地震完以后呢，这个第一个通知是什么？捷运系统，哦，所以盖在地下呢，它的抗震能力是比较强的，哦，而上面是比较担心啊。这个我们是有分析啊，谢谢理事长啊，谢谢理事长。哎，好，那个你们自己去思考啦，这个谢谢，哎，这个是公共安全的问题啦，不能够大意的，不能够大意。当然。当然，嗯，另外我请教局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巨蛋连商场了哈，这个巨蛋跟商场中间没有我们俗称那个 ASOBI， 就是它没有那个可以缓冲的空间，可能会造成巨蛋在摇晃的过程当中去跟商场那个打到商场，然后造成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对应力的集中，这个问题局长考虑过吗？
因为这个不是我在设计，不是我在管的啦。嗯，啊，这不是我在管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这个跟主持人这个跟捷运捷运无关啊，这个捷运对对对，理事长讲的这一次跟我们。嗯这个没有关系，原级只管板南线的，他管不到。对了，没有错。对，那我请教局长了哈，就是说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想整个巨蛋是一个共同协调的会议嘛，没有人对这个方面去提出哪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巨蛋连接商场的这个部分嘛。对啊，哦，而且去年十月就已经拿到数据了，不是吗？然后慢慢看到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个东西啊，那我是跟各位报告啊，这个东西呢。你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也我想一定有这样的结构上的分析啊，那就看结构分析呢它是不是会产生问题啊。那你们会想出这样问题，别人一定会想出这个问题，一定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看那个怎么去分析。这个好，我插一句话，我们有些大楼饭店然后是都比较要气派，所以挑高用一楼的柱子，用六米高的柱子，不是一般标准的三米多。这种在结构分析、结构设计也都通过，所以它可以取得建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由于大地震来的时候，这些大楼这些挑高一楼挑高的大楼倒的特别多，也就是它可能对四级、五级的地震可以。要稍微大一点，别人不倒，他倒在前面，这个都是一种共构啊。你看，我们101跟地楼层有60公分的水平冲撞距离，我们怎么会设计一个怪物让商业大楼跟这个巨蛋连在一起？这个应力集中啊，就是会有那种我刚刚讲的挑高这种，别人不出问题，你先出问题的可能性蛮高的，的几率发生啊。啊，这个、啊、没有意见了。这个因为意见，我说这要看分析啦，哎，这要看分析。但是在结构分析的时候，这是一定要回去分析的事情啊。分析我刚刚举例过，那种挑高大楼也都结构分析都过，啊，都假设通通过了。但是啊，稍微大一点的地震，别人不倒，他先倒。地震的东西啊，是。以现在的技术是没有办法100%去掌握，说我用什么分析我一定过得了关哦，老天也不跟你配合这个。所以那些分析啊，老实讲是就很，我们看过921的这么多案例，所以会担心嘛。全世界的巨蛋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共构？为什么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左右摇晃自己可以平衡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钢构，它左右的力量很平衡，它本来就很说服的结构物啊。哦，这个啊，那个这点我没有意见啦、啊。这个因为这不是我负责的，这个不是捷运主管啊，主持人。对，还有其他问题要问吗？因为我另外的宴会在去。好，没问题，我们还有继续。周理良，周局长哈、哦，您是在线上嘛哈、哦？我是市议员李庆元啊、哦，哎，是议员好，议员好，哎，我刚刚听到您说啊，说我们的浅顿隧道，还有包括我们的捷运板南线的车站啊，距离这个大巨蛋的连续壁啊，你说啊，浅顿隧道的部分大部分都在距离有差不多19公尺嘛，对不对？对，我说在逸仙路那边。啊，逸仙路那边啊，逸仙那边有个弯，周局长啊，19公尺。我一再强调，很抱歉了、啊，我一再强调说你的发言啊，一定要调整。你让我觉得你一直很像远雄的发言人啊，为什么呢？我这个图表在这儿啊，我不知道您看得到看不到。嗯，我的图表啊，从捷运板南线一路过来到浅顿隧道啊，整个。距离大约12.7到13公尺之间的距离啊，车站，车站，然后你如果再讲车站的话，你局长就要准备，可能要很多人要希望你下台，我不希望我嘴巴讲出这句话啊。嗯，你知道浅顿隧道，跟大巨蛋的这个连续壁啊，距离大约13公尺的距离，这个长度有多长吗？我就跟你讲好了。100多公尺这么长，哦，那么长啊！车站归车站，车站的话大约50-60公尺这么长。那浅顿隧道跟它的连续壁部分啊，距离大约13公尺的，有超过100多公尺，可能达到140-150公尺。啊，那您刚说的19公尺的部分啊，
我刚他是粗略的算一下，大约只有60公尺长，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大约200公尺的连续壁，跟我们的车站，跟我们的前镇隧道，它的距离大约13公尺的有这么长。我想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属于车站的部分，啊，这属于车站的部分，这是属于前镇隧道的部分。所以局长啊，你这个图就在你自己捷运局，请你好好回去稍微看一下，啊。这个13公尺的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呢？我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请教，去请教啊，这个工程师啊，那工程师叫王伟民啊。为什么非常严重呢？如果距离只有13公尺的时候，目前往下开挖，如果开挖到你要它打底把它完成，你现在说哎，赶快打底完成，打底完成的话，对我们的捷运板南线是有利的，这个说法早就被打枪了。因为你再往下挖，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侧向的压力，我想您是学土木的啊，你非常清楚啊，当这个逆打工法往下挖的时候，这种连续壁到我们隧道之间距离只有大约13公尺，它的侧向压力目前已经形成了，这个红线就是目前形成的侧向压力，如果你再继续往下挖，它的侧向压力就到了我绿色这条线了。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隧道的我们断面垂直的变位情况为什么进入危险值吗？为什么有5个监测点进入危险值，有5个监测点进入警戒值，为什么吗？因为它的侧向压力以目前开挖的状况已经压到我们的隧道了。你如果继续它往下压，在13公尺的范围之内哦，19公尺的还好哦，13公尺范围内能往下压，就到了绿色的部分。我不知道到时候你另外5个警戒值的可能通通又进入危险值了。这种状况，周局长，我们能够去冒这个风险吗？我那个跟议员报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所谓红线绿线是什么的啊。导致说你说那个中间那条隧道哦，我们跟逸仙路那比起来，逸仙路那边的值是比较高了啊。我刚刚讲过啊，对，那个我没有，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你。你回去啊，把这个图好好看一下，麻烦你回去看一下，我不知道你被谁骗了啊。好，这个捷运局被谁骗了？我们的这个捷运板南线的前镇隧道跟所谓的连续壁，距离只有13公尺的范围啊，超过100公尺哦，不是你所说的大部分都19公尺，距离这么长哦。第二个，麻烦你哦，这个是你学土木的嘛，土木的 ABC 啊，土木工程界告诉我说侧向推力，这是 ABC 啊，麻烦你稍微请他们画个图出来，来看看目前的侧向推力的压力已经到哪里了，跟你的浅镇隧道火车那个车站的部分，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车站部分我们有连续壁在挡哦，有连续壁在挡，就是说巨蛋那边有连续壁，我们这边也有连续壁，这个没有错，可是你浅镇隧道你没有连续壁啊，你只有一个环形的隧道，它本身就是一个挡土的设施啊，抗压的设施啊，所以你回去麻烦请他们画个图给你看一下，你再做出决策可不可以啊？那个我会再去查一下，不过这个图我是都有看过了，而且我们到隧道里面去，逸仙路那边是比较重点啦。啊，那你刚刚讲的可能那几公尺、100公尺，那个到目前状况还好。局长啊，逸仙路，所以我们要赶快。可见你对5个危险值的位置你都还没搞清楚。这个5个危险值啊，有接近4个危险值，全部不是在逸仙路段19公尺范围，在逸仙路段19公尺距离的范围，只有2个危险值。啊，有5个危险值，2个危险值是出在国父纪念馆站哦，板南线车站呢，很奇怪哦，有2个危险值，尤其其中一个危险值啊，也是出在我们的这个我刚说过的13公尺距离范围内的浅镇隧道上哦。局长，麻烦这一方面，请你回去查明清楚，好不好？查一下，好，谢谢。好，谢谢周局长，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哈，谢谢你辛苦了，谢谢。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啊，除非说现在割批可以啊，拿回主导权。现在主导权在远雄嘛，要不要做？要不要派工人？